家好，小小，今天是我们进城的第二天哈，看我头发，前几天拉了，发160，现在又成这个样子，看来我不适合做发型哈。等一下我就和我对象一起出去买三斤了哈，我觉得我对象妈还是挺不错的，她这儿出资了2万给我们买三斤，我对象说不想麻烦她嘛啊，就说我们自己有钱可以自己掏钱，但是我对象妈说这是一份心意，只要看到我们好就行了，所以说还是挺好的，我觉得。我们还没吃饭，等一下出去顺便吃个饭就去看三斤。好了，我今天都不化妆了，懒得化妆了。今天就穿这个衣服，看看月月她在干嘛，喊她走出去一起。可以进来吗？哎，作业写哪里了？最后一页了。啊，加油加油！等一下我们一起出去了啊，快写啊！出去玩呀，买东西呀。好，快点写。八辈子物归原位，看我昨天又买了个醒酒杯，要成套噻。我最喜欢这儿了的。看我昨天又把这边装饰了一下，当当当当。然后你看电视柜，哎，喊你不要唱，好不好看？好看啊，这里还有。走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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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去买东西了，梳子就放这儿哦。穿鞋子鱼儿，去把鞋穿起。哎呀，小心一点啊，不要踩里面，里面容易踩脏。你还是不要踩里头哈。对。走快点，走快点，你爸爸已经去开车了，快点。对呀，很快的，快点。哎呦，我感觉我今天还是没化妆，精神都不一样了。快点跑。我们车子要开了，上车上车，快去上。我感觉我今天穿厚了，今天那个天气点儿都不冷，我都觉得有点热了。我们要先去吃饭，走，我们在这里吃面。我喜欢吃那个来我的吗？哦，不是我的，你的。泡椒鸡蛋吗？对。哎，不，这是回哦，对，这是泡椒鸡蛋。这个是我的面条，好巴适。哎呀，他跟鱼儿两个都是眼睛大嘴皮小，你们两个一人点一碗都没吃完，气到我了。走了走了走了。哎，继续出发。走走走走走走走。我们两个包包了，我们三个人走排排，每个人的身上都有。这边也是啊，蝴蝶结，觉得没有，还可以的蝴蝶结。这一块，哎，这样子看着还可以，感觉还将就吧这一款。OK 的呀。就那边有两个球球的也比较好，刚刚那一款好看一点，这一款就显得有点那个，不适合我这个。3000多啊，这个。这一款项链我可以安排上，简单。还可以，这样看着就很好看。可以。买了项链，又来看戒指、手镯那些。标价的是8.5折，还可以吧，其实。要在中间吗？在大个子吗？在这个子吗？哎，不错不错。但是这个可以调小吗？哎，可以调。好看。我喜欢这个蝴蝶结，跟那个项链配套，好看好看。我不要手镯，偏偏要我买手镯。我的天。我和我对象一人买了个，我买了手镯和戒指，他买了个戒指，现在付款了。又买了一对耳环，蝴蝶结的，已经买好了，现在回去了，送了一条被子，开心，走。好搞笑哦，掉线了。哎，我这样看到我指甲好漂亮啊，好好看呀。好了，已经买好了哈，这三斤。怎么生着带？这个是我的，这个是我对象的。我对象他表弟喊他去耍去了，今晚上喊吃饭，所以说我先回来把那个放到，然后等下又开车过去。
我买了手镯、戒指、项链哈，还有耳返，其实是10斤。那个耳返呢，纯属是个意外，我不想要嘞。然后我就想喊我妈嘛，她说，买个戴嘛，她说，其实我就又买了这个耳返，也是她给我挑的。然后她就买了个戒指，差不多了，整3斤。好了，这个就是我的手镯，这是我的戒指，这是我对象的，然后这个是我的项链，就这些。其实我觉得还可以啊，挺好看的。还有蝴蝶结的耳环，不知道为什么我觉得挺好看的。好了，现在把它放起了哈，等于那天我对象在订婚的时候，他就把这个带过来了，3斤。他在这放这儿。